何仲栋跟 JY 的成员叶舒华在今年6月因为一张合照遭到 P 网友攻击，甚至被小粉红批台独艺人而引发争议。近日有粉丝发现何仲栋在舒华 IG 贴文底下留言，在怀疑在蹭舒华热度，甚再一次传出恋爱绯闻，让 Neverland 气炸，跑到何仲栋贴文底下留言大骂离舒华远一点。对此 Cube 娱乐火速发声明否认，传闻并无事实根据。舒华也在 IG 限动写下，所有事都纯粹点淡点，可能生活会美好一点。他认为我们都只是人生的过客，始终是带不走任何东西的，也对酸民喊话，行没用而已，别来闹。柯震东昨天出席公开活动表示，只是路过留个言而已，也表达对粉丝及舒华抱歉。而舒华这次大动作回应也获得网友好评，全世界都多多充满善意吧，温柔的让我想哭，真的会一天比一天更爱叶舒华。